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跟大家介绍的疗剂 Colophyllum Philotrodis Colophyllum Philotrodis 英文叫做 Blue Cohosh 我们叫蓝星麻蓝星麻。好了，蓝星麻这个疗剂呢主要呢是应用在女性的生殖器官和呢是风湿的状态通常呢是个子宫呢是乏力衰弱，或者左边的卵巢或者左边的乳房的痛，或者后生女仔的白带，或者是经期的时候的白带，通常那个问题呢跟那个子宫的毛病有关的。好啦，咁佢有一个症状呢就係下坠嘅痛啦，子宫下坠嘅痛啦，子宫抽缩啦，咁同埋喺分娩嘅时候呢我哋有一种叫做呢係假嘅阵痛，假嘅分娩嘅痛，喺个分娩嘅时候呢嗰、那个痛嗰个力度呢係不足，即係嗰个病人呢、那个病者呢就冇晒力，好紧张嘅，咁同埋呢嗰、那個分娩嘅痛咧，那個收縮咧好弱，同埋係好唔規則嘅，咁變咗咧嗰個孕婦咧生生下咧就冇曬力生嘅。好啦，咁內邊咧個人咧就覺得好弱啦，好軟弱同埋震抖啦，啊冇曬力啦，咁好多嘅毛病咧，身體嘅痛症咧都係因為嘅子宮嗰度咧開始嘅，由子宮嗰度咧係個嘅發源嘅地方嚟嘅，譬如頭痛啦。喉咙沙哑、风湿、呕吐、抽筋、或者痉挛、歇斯底里，或者在那个青春期的歇斯底里的症状，还有呢是发羊跳、抽筋的在经痛的时候出现了。青春期的我们叫做舞蹈病。好了，这个也是一个风湿
用得着嘅療劑。咁通常咧呢、這個風濕嗰、那個類嗰、那個風濕嘅問題咧，出現嗰啲細嘅關節、手啊、腳趾啊，即尤其是手指嗰方面嘅細嘅關節嘅風濕嘅。咁痛咧就係、是、嗰啲好亂嘅痛啦，飛嚟飛去啦，由一邊有一笪地方啊飛去第二個地方，同埋抽扯啊、抽痛啊、射痛啊咁樣，咁一種風濕性嗰種痛嘅。嗰條頸咧就覺得好僵緊啦，啊，仲有咧就係、是、嗰個鵝口瘡，同埋咧係因為嗰、那個子宮嘅毛病咧係引致咧係下肢啊下肢咧就癱瘓，或者咧係嗰個生細蚊仔臨盆嗰陣時候咧出現下肢癱瘓嘅。但呢個療劑咧其實好喺同療法好出名嘅咧，因為咧呢、這個療劑咧係英國女王當時生查理斯王子嘅時候咧係出現難產嘅。咁當時咧，即係英女王當然有一隊嘅御醫啦。咁佢醫生團體咧就諗住咧就啊，佢可能要幫佢開刀啦，生嗰、那個生查理斯王子。咁當時咧，英國女王咧喺嗰個御醫裏邊咧，有位係同佢療法嘅醫生嚟嘅。呢、這個醫生叫 Sir John Weir 嚇、啊，呢位係個同佢療法醫生。咁佢就話咧啊，等等先。等我用我哋嘅试一试同佢疗法啦，咁样，咁佢就俾英女王咧就服用咗一剂啊200cc嘅嗰个蓝星麻，咁跟住冇几耐咧，查理斯王子咧就顺利就生咗出嚟啦。咁所以這個呢个咧疗剂咧系好多时候用喺女性，尤其是喺嗰个分娩嗰阵时候咧出现嘅问题啊，亦都系咧有啲人咧好容易出现嗰、那个因为子宫嘅軟弱咧，好容易出現咧就流產啦，或者生細蚊仔嗰時咧出唔到力啦，啊，同埋咧子宮頸咧係僵，即係唔擴張，啊，子宮頸咧就口唔開下，即係唔擴大，生唔到個小朋友。咁呢個咧係要應用嘅地方，好啦，咁風濕啦嚇，呢兩大嘅應用地嘅地方係風濕性嘅細關節嘅風濕嚇，唔係大關節嘅。通常咧手指啦、腳趾啦、足果啦、手腕啊呢啲地方啊嘅關節。好，咁呢個咧就係嗰個藍星麻嘅應用嘅地方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